萧剑，严胜，你居然敢背叛我们严家！哼，背叛？同样作为严家人，只准你们偷偷打开祖地，就不准我们也获得传承？这是搞内讧吗？我老婆不会就这么死了吧？嗯。琉璃天体开，炼成琉璃天体便能让自身携带道运，从而取天地气运。你们快让开，神叔，拦住他们。我先去取星座传承。是。浩儿，你快跟上严胜庭夺取传承。是。休想。原来传说是真的，当年严家先祖凭借传承，三大门派也不敢轻视我严家，可惜之后族内无人能得到传承的认可，我严家也渐渐落到如今被天火宗欺辱的境地。哼，传承是我的。这小子竟趁我老婆发呆搞偷袭，绝不能让他拿到传承。这里还是我说了算，虽然是好宝贝，可惜啊，只能看不能摸。你小子怎么在这儿？嗯，嘿嘿嘿，叶旭，你，哎呦，都说不出话了，盗墓遭报应了吧？所以我和你们说啊，做人不能太贪心。像我一样无欲无求的多好，这叫无欲无求。不能再跟这个小子耍宝了，恢复功力拿到传承要紧。不好，快趁他疗伤的时候杀了他。嗯，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等他恢复了功力，到时他定会杀了你，你挖再多宝石也无福消受。帮你可以，但我有什么好处呢？都什么时候了还想要好处？身为夫君却未曾享受夫君的待遇，我十分不满。这小子真是个顺根耙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你先赶紧去杀了他。哟，这表情可不像在求我帮忙啊。夫君，你说什么人家答应你就是了。她温柔起来好美。你不会连人都没杀过吧？谁说的？我杀过的人比你走过的桥还多，嗜血魔王就是我，你说我会不会杀人？那你倒是下手啊。你鸡毛线啊，我这就动手。快，他的功力要恢复了，再不动手我们都得死。娘，去死吧。哼，想杀我没那么容易啊。糟了，他还是恢复实力了。哼，
啊！上！什么情况？天宇，小心！死了？你也看到了，他不是我杀的。罪有应得，这里有地相师布下的场域，所以我和野浩刚才不能接近祭坛。地相室，那又是什么？地相室是借元气和场能，观万物流动和变化而演化成的一种恐怖的手段，可以借地脉山水之力演化出恐怖的场势，内蕴道运。又变身了。好了，总算可以拿到先祖传承了。难道地相法阵还没解除？喂，你没事吧？别过来！竟然毫发无伤！没事儿，我居然没事儿！